第五名 Call of Duty Op 3，在 Call of Duty Op 3的其中一个地图 Nuketown 里面，有个能将假人变成僵尸的游戏彩蛋，在两分钟内射28具假人的头，之后假人会开始变身成活尸，并且攻击你。就算你将28具杀光，他们还是一样会不断的复活。而另外一个彩蛋就是，如果你在两分钟内射击假人的手背，假人不会跑或追你，他们只会在你没看到的情况下，在你背后攻击你。而最恐怖的是第三个彩蛋，如果你射击假人的手跟头一起，他们就会结合第一和第二的彩蛋效果，不断增生，但是又无法消灭。I swear that did not happen last time. This may have actually worked, guys. Let me just shoot into it. Notice how some of them just don't die. Like, that one's just not dying. So, are these like invincible mannequins? What? How many mannequins are lining up right now? This, I believe, guys, is a bonus Easter egg from the looks of it.Look, none of these die. None of these guys die. I've got no ammo left. I have no ammo left. If you punch them... Number 4, Half-Life 2. Half-Life 2本来游戏就已经够惊悚了，加上里面的僵尸喜欢在背后或是在主角经过时跳出攻击。后来有人发现，如果你将僵尸的惨叫声倒带，可以听到类似非常恐怖的求饶哭救声。Number 3, Fear. 红衣小女孩的恐怖威力也到了 Fear 的游戏里。在游戏中，红衣小女孩贯穿游戏剧情，也是这游戏的彩蛋之一。如果玩家在一开始影片中不断的开开关关门，艾玛会突然出现，而她就正在那里不动的样子，也有种恐怖的感觉。Number 2, Bioshock Infinite. 在这游戏里，其中一个技能是你能够使用美丽的女鬼引诱目标，像是在念咒语一般，之后目标就会自己自杀。女鬼轻声细语的咒语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玩家倒转看之后，会发现其实她只是在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台词。Number 1, Five Nights at Freddy's. 这游戏本身就是一个恐怖生存游戏，而玩家以第一人称待在警卫室，借由灯光和不时坏掉的电视监视器，可以观察每个房间。而你自行设定1987难度时，玩家可以再使用监视器看2B 房间，后面的海报有时候会改变，玩家也可以听到女孩的笑声和出现幻觉画面，包括 It's Me， 但是这些都是随机出现的幻觉。如果你看更久的话，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黄金熊彩蛋。谢谢你的观看，如果喜欢可以帮我按赞，如果想要持续追踪可以帮我按订阅哦，我们下次见。